作為一個節目主持，我對於飲食有一個特別的要求，就是不時不食。究竟依家最當時得令的水果是啲咩咧？網民蜜瓜咯。好唔好食先？好食啊，又甜又多汁。蜜瓜是咪啊？係啊，蜜瓜咯，好食噶嘛，食落好甜咯，即係多水咯，係啊，梗係好食啦，係咪先？韓國網民蜜瓜香味獨特，甜味出眾，青綠色的果肉非常多汁，見到啊真係忍唔住想咬一啖啊！嗯，好甜好 juicy 啊！由韓國直送的新鮮時令網民蜜瓜，配合不同的材料，還可以製作各式各樣造型吸引的蛋糕和甜品添。這個韓國蜜瓜脆脆惡霸蛋糕，用了冰感十足的蜜瓜刨冰作為造型，炎炎夏日真的看到都透心涼啊！配合韓國網民青肉蜜瓜和蝦蜜瓜，加上椰奶軟心醬和香脆朱古力脆脆，口感層次豐富，吃落既消暑又開胃。這款韓國蜜瓜麻薯鵝泥蛋糕造型，似足軟過蜜瓜，蜜瓜控用來打卡只適合不過了。一次開蛋糕就見到夾層香濃蜜瓜慕斯，包裹住蜜瓜軟心醬、蜜瓜味奶凍、白玉糯米糍、白朱古力杏仁脆和海綿蛋糕，足足有六款口感享受啊！這款韓國蜜瓜迷你阿基蛋糕是由鬆軟海綿蛋糕包裹住香甜蜜瓜粒、Q 彈蜜瓜果凍、天使忌廉和蜜瓜 mascarpone 忌廉。麻雪碎哦！蛋糕份量小巧轻盈，自私啲，我一个人独吞啊！呢款韩式蜜瓜仔蛋糕切件就包裹住蜜瓜啫喱同埋虾蜜瓜奶冻，仲有四层口感嘅韩国网民蜜瓜杯，卖相已经好吸睛啦！哎呀，咁多款式真系选择困难症诱发作，点拣好咧？